啊，咱发明一个上单蓝枪偷 buff 流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吧来吧，这英雄打野都不掉血啊。全军出击！就跟那巨魔似的，觉得走运吗？没打野刀很伤，不会的，那 buff 都碰不着我，我那喷一下，他往后整一下，漏兵也没事，漏兵也有经验啊。这不可以的吗？这麻子也没生，他过来插眼了吗？他是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满大哥，满大哥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命大，没死掉，疾跑闪现，我真是靠！真能跑，就招！好的。这不成功变成打野蓝枪了吗？走了，回家了。我们经验也不比他少，这多好啊！以后就上单蓝枪。然后偷 buff 知道吧？中单蓝枪或者直接把对面 buff 一偷，打对面的野，让对面无野可打。我们吃线又吃野，多好！对面打野指定干克你，他干克我，他红他也没了，他该干克不干克。我们这英雄不好干克的，蓝枪这英雄有位移。不好干他的，人儿没了呢。抠。他要补刀，我们就喷他。我就是法外狂徒，地帮教父。怎么的呢？这抠一下回来。以前蓝枪刚更新的时候就打上路的，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。来上来，真猥琐呀！先去插个眼儿的。
来人了，这啥意思？这怎么的了呢？这发生什么事了呢？能打过我吗？这没溜的蛮子跟我打呀！听见没？就像挠痒痒一样，给我戳戳春呢！给我，小伙子。先吃个塔皮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英雄联盟这游戏，晚上玩的人会比早上玩的人稍微厉害那么一点感觉。麻烦不断。这把咱来个布点孩吧。说反了，没有说反啊，稍微厉害那么一点点。无论他是什么分段，觉得走运吗？给爸，闪现夜走。枪毙！哼，瞒着已经疯了。Rampage！ 吃成塔皮。这把咱们来个布点还，要不然这瞒着砍人太疼了。来，那没有怒的瞒着根本不用害怕啊，根本就打人都不掉血。吃个药来，喷一下，抽一下。喷两枪，抽一下，喷一下，这也就是有小兵挡着没办法 ，A 不着。没办法，这挖掘给来，那怎么办？这挖掘给我是不是没拿你的红了？我发现，差点买错了。我应该把他红给他拿了去，咱先来个布件还。下一个红啊，我必定把他拿掉。居然跑过来复仇来了。没啊，你有没有盾弓？吃了我一层塔皮。抽一下，喷两枪，喷一枪一走，再喷一枪，抽一下，喷一枪，喷两枪，喷一枪，喷一枪，抽啊！我预判他的走位，没预判好。
这小子居然不上来，来给他堵住，瞎眼吧，致命点烟，你晚点上啊，你着啥急呢，你说来吃个二套，走了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份无敌给浪费了。红没刷呢，红 buff 几分钟刷，我考考你。麻烦不断，红没刷呢，六分钟刷，错了，五分钟刷，五分钟刷红，挖掘机九分钟来的，九分钟带着红，我们家九分钟蓝还在，说明挖掘机九分钟红刚打完，九分钟再加五分钟等于多少？等于十四分钟，由此得出结论，红没刷，知道吧？试试我吧，这是数学题，瞎眼吧。你死了，不好意思。扣一下，啪一，啪啪啪啪一，啪啪。终极爆弹！哎呦我操！跑哪去了？行吧，跑就跑了吧。闪现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哪是菜呢？这不就是装杯了吗？那他闪现躲了，他浪费一个闪现，就算我们闪现换大换闪现也是赚的呀，对不对？看着没，十四分钟红 buff 马上刷新，瞅着没？这干嘛呀？这寒冰。这寒冰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辅助寒冰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我们现在就即使不用蓝也能杀得掉这个蛮子。这咋这么多人呢？这还给我放了个虚弱啊！连我的战绩都是爱你们的样子，五二零，爱你们。换个收集者，这个火蓝在干什么东西啊？来，瞎眼吧！打个蓝 buff 去，收集者能不能把蛮子给斩了？
瞎眼吧！死！哟，又怎么停电了呢？这虚区也不够啊！QA 收集者触发了，瞎眼吧！哎呀，给我定住了！等会儿啊，我把这灯给它调一下，黑了呢。是这个颜色不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瞎眼吧！死！我可没有挂过。咱俩把下路拆了，他们去拆一波中。别瞎眼吧，砍死他，漂亮。好肉啊，这蓝枪啊，真的肉啊，这蓝枪。他敢 A 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哎，救救救救救救！你，哎呦我操！真能穿！下一件装备，我觉得吧，这皎月打我可能有点疼，我想来个影魔刀。现在其他人打我已经不疼了，我们出个影魔刀。就无尽呢，让我出无尽，无尽就无尽，有病吗？无尽出它干嘛？那60%无尽，暴击概率才获得35%的暴击伤害，这有什么用？出饮血剑，放松，伙计。干嘛打我的红？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我需要个蓝 buff， 啊，狼人呢？我真的需要个蓝 buff， 帮你打个蛤蟆。哎，你吃蛤蟆，我吃蓝，这些兵都给你了，赏你了。那好，三个后排小兵，你在玩什么呢？
不行，你清兵太慢了。闪现，啪一啪 ，Q 啪，我看看一个大能给他甩死吧。终极爆弹，差一点点。穿甲不够，啪 Q 啪，啪一啪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这是不要命啊！这不行啊，这我们不能再上了呀！这都能中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怎么不对呀？这不擦边了吗？刚才，哎，这个大招应该是从我的斜方、斜右斜方直接给我穿过去了。这个大招啊，应该这怎么能射到的呢？我不能接受，枪毙了！你就站着跟他撸啊！你再放个夹，你狙他！饮血剑已经有了，下一波感觉俺们要无敌了。一过来瞎眼吧。哎呦我操，终极爆弹，啪啪啪，吸血，吸血，脚印打印好痛哦。拯救世界吧兄弟，靠你了。他们还行，打不了龙，可以接受。我是闪电。好耶，翻盘了！你好耶个屁呀！他们翻盘又不给你钱，你有什么可开心的？你开心什么东西？打个小龙，我坚决不能让你开心。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不死一把。这干啥呢？这怎么往我脸上穿？嗯，要我来一枪，游戏结束。瞒着没有大，你要想挠他也是可以。快点，基地没了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
队友怎么没了？队友，我操！突然之间队友没了。打个红吧，不用你好夜，你好夜他们家也翻不了，你只能祈求下一波皎月能把我秒了。还行，皎月不把我杀了永远他也赢不了，所以我现在决定出一个小魔抗。哎，并且我们还要杀15个人。打个大龙吧，来来来，可以打。我喷一枪700，瞎眼吧。他妈的搁这干哈呢？近死了，给你枪毙！一上来，啪啪，给大，啪啪，闪现一，啪，那射我也不掉血呀，关键是，这蓝枪好肉啊，300多护甲，我操，这英雄300多护甲。80%纯爷们儿，我看看这纯爷们儿，每层18点护甲，最多80%。哎，怎么能到300多？